鸭王中露点一炮而红的港姐袁嘉敏，近日领军一大票嫩模艳星逞凶斗狠，炒热香港动漫节气氛。30岁的袁嘉敏扮成古龙小说中的邀月公主大露低奶，但不料却被年仅18岁、有着港版鸡排妹封号的黄芷嫣以傲人一奶上围，力压同场大前辈们。黄芷嫣当天爆乳又露肚，将巨乳挤到极致，活像蜡笔小新圆润的屁屁。而她还使点小心机，一个 move 弯腰整理裙摆，不经意倒奶一 cup 导弹呼之欲出，令袁嘉敏等人瞬间被技术性击倒。眼见势头不对，袁嘉敏访问时就自曝年底将要推出全裸写真集，还放话会比鸭王中更煽情百倍，要大家敬请期待。 YesWish 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